睇节目攞礼品，观众只要留意今集食出健康嘅节目内容，答啱节目结尾嘅问题，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由 Amy Beauty 送出嘅钻石磨皮疗程一次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食出健康，我是食出健康的节目主持人杜秋霞 Vivian。 今天很开心请到推广健康饮食的怡玲来跟我们聊下天。怡玲你好啊。你好啊。是呢，是为什么呢你会推广健康的饮食呢？其实呢就我一向都很喜欢煮食的、以前吃东西我就不会说怎样去讲健康的，最重要吃得开心，喜欢整什么就整什么。但是呢就近年呢都自己都很多病了樣、在几年前呢自己就病了，就不知道关不关食物的事啦。但是呢在病的过程里面呢都挺辛苦的，几年就一路医一路看医生。在这几年里面呢就虽然现在呢都大概都好返晒，但是都我自己很體會到病人呢那種的需要，就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自己真的沒有找人幫忙，就都挺痛苦的那種過程，自己都由一些很有一種病變成幾種病，甚至情緒病都出了來、在上年的四月份的時候呢就突然之間呢即有幾位的朋友，四至五個的朋友呢他們呢都有 cancer， 就自己個很不開心。雖然我自己是基督徒，在這幾年裡面呢我真的感受到神對我的愛，在當中呢見到朋友這樣呢自己的心很赤，很難過，很不開心。這個時候呢我就自己在想我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們呢？我看他們的時候就覺得他們工作很大壓力的，但是壓力我幫不到的。但是呢真的說真的，很多人他們真的顧著上班，他們沒有理到自己的飲食。我又覺得我既然這麼喜歡吃東西，又這麼喜歡做食，又很喜歡跟人分享，那為什麼我不自己出一些力幫下他們呢？幫下家庭呢？咁好啦，咁我自己咧就其實十幾年都冇做嘢啦，咁都好難啊，咁但係唔知點解自己突然之間呢個時候就充滿一種好大嘅力量，好似一種呼召咁樣，就覺得你出嚟啦，你做啦咁。咁我當然啦，我就最難衝得破嘅咧，就係我自己有兩個細路。仔就唔使我理佢，十五歲啦。個女13歲，最需要我理嘅時候。咁但係我都湊咗佢十幾年。同埋最難咧就係我仲係我先生，因為佢一直都唔贊成我出去做嘢嘅。咁喺呢個時候，我就同我先生傾，我話好多朋友都病啦。咁同埋我諗除咗自己呢啲朋友之外，我諗都好多人需要一啲地方咧，俾你坐低。真的可以注重一下飲食，因為坊間真的很少這些地方，還有甚至給一個地方他們真的滲下傾下偈。還有我自己都是在教會裡面有很多的朋友，他們都很想看有什麼可以幫到這些真的是病裡面 的人。那我就跟我先生商量，我估計他呢一定是反對的，但是很奇怪的。這件事我很感恩，因為我跟他談的時候他就問了我兩個問題。他說你究竟是想賺錢還是你想幫人？那我當然不用說了，因為其實我都可以不用出來做事，生活都很穩定。那我就跟他說我是一點都沒有想過賺錢這件事，我只是想幫人，但是我現在是很想做很想做。咁佢話好，我俾兩個禮拜你自己冷靜一下，再冷靜啲，或者你再分析，究竟你
做付唔付出到呢個體力啊？因為我當時其實我都食緊藥，我都係有病咁，咁就你有冇咩體力去做咧？咁我覺得我同佢講係有神俾我嘅，佢一定可以俾我繼續做落去嘅。既然佢呼召我，咁佢就好，即係俾咗兩個禮拜之後咧，佢就同我講：我要幫你揾到地方。佢會幫我揾地方，咁我好開心。因為如果我要真係出嚟做嘢啦，要做呢樣嘢嘅時候咧，真係要得到丈夫嘅支持。咁佢真係支持我，咁甚至佢咧就佢將而家即係佢真係揾個地方俾我。佢甚至咧佢自己出錢買咗單位俾我。啊，咁佢就夠我做好多嘢嘅，個地方好大咁樣。咁佢就話：你無後顧之憂，你唔使交租，你去做啦咁。我真係即係我趁呢個機會，我都要多謝我丈夫啦，真係好錫我。朋友知道咗會有啲咩感覺？其實好多好多嘅朋友咧，佢哋咧真係好支持嘅。而家even而家開咗，我開咗兩個月啫咁。但係有幾個義工咧，佢哋即係朋友嚟嘅，佢哋係真係好似人哋唔知道，以為佢喂你有份㗎，你係咪董事嚟㗎咁？佢真係差唔多日日都嚟幫我手，幫我執貨啊、砌貨啊，哇！真係咧就好似我哋呢度員工咁樣。其實有好多朋友都好支持嘅，即係知道我係真係攞個心出嚟，真係想幫人咁樣。咁其實自己又好開心啦，因為而家做起上嚟嘅時候咧，初頭都好大壓力嘅咁，因為我要顧好多嘢咁。其實我嗰間店咧裏邊咧，我就係想喺店裏邊同人哋教一啲家庭去健康咁飲食。我會請佢哋上到嚟啦，同佢哋一齊煮，好似我跟住落嚟會做個示範俾你哋嘅，就係煮嗰啲餸嗰啲菜式。咁其實就係好簡單嘅方法去做。我同佢哋一齊食，一齊做，一齊傾偈咁，變咗佢哋每個家庭咧都識得去做呢一個健康嘅餐咁。除咗其實你話健康唔一定係食嘅，除咗食之外咧，其實大家一齊咁樣煮嘅時候咧，仲有一種心靈嘅健康嗰種滿足，都會帶到出嚟，係由飲食開始咁樣帶。因為如果你一家人嘅話咧，一齊去煮，你咪幾開心咧？而家香港地咧，佢每一個廚房咧，即係屋企嘅廚房咧，都係好細。係啊，好逼啊，仲逼多幾個已經哇！你出去啦，唔好阻住我啦。係啊，咁點樣容納到一個小朋友？啲小朋友佢一齊同你咁樣做嘢咧？咁我咧就用咗好多嘅心機去裝修個公司咧，我就要大家十幾人都可以圍住一齊煮嘢嘅地方咁。我都是很多謝我老公啦，因為連裝修都跟我搞定了，我只是告訴你我想這樣，他就跟我搞好了。哇，真的搞了很多個月啦，現在正式是開始做運作啦，就很多朋友都很喜歡咯，甚至他們一上來一次，他們就會介紹很多朋友來。有些直情來完之後呢，很開心啊，原來有個這樣的地方。他甚至第二天再打電話來多謝我。他說我會繼續會來，希望我呢就入多些他們喜歡的課，即他們又會教我們怎樣，教我怎樣去做啊，怎樣入課，因為我始終呢都是沒有經驗，所以我喜歡做食物，變成甚至有些是營養師啦，他們真的上來給意見我啦，有些他們是醫生啦，都上來給意見我啦，即我覺得我自己現在呢一做了呢，我就覺得自己很有福氣。原來咧咁多人咁錫住我啦，又驚我辛苦，好多人嚟幫手。同埋咧，我真係可以真係，原來我真係坊間真係冇乜呢啲地方嘅喎。甚至而家我今日帶嚟嘅曲奇啦，其實呢曲奇咧，我店裏邊咧，我就係都係教人嚟做啊，係做啲全有機嘅曲奇。嗱，點樣全有機咧？甚用有機嘅牛油，嗱，坊間就好少嘅。咁我都盡量用啲天然啲嘅啦。咁麵粉用有機麵粉啦，我哋特登喺美國訂啲有機麵粉翻嚟啦。同埋所有嘅原材料咧，我哋盡量有80%都係做到有機。
我甚至而家好努力，希望做到100% 係有機咁樣。咁就希望就係人哋真係嚟食嘅時候真係健康啦咁樣。仲有其他我嘅店裏邊咧都有一個地方咧，因為地方比較大咧，有一個地方係真係 spare 出嚟咧，係俾一啲基督徒啦。我哋有好多小組需要喺度查閱聖經嘅咁。咁我就有一個地方俾佢哋好靜，可以咧有個琴。他們真的來彈下琴，大家在查聖經聊天，我就會 serve 一些茶給他們，一些小點給他們，變成現在就覺得自己 很開心，越做就越有衝勁，甚至覺得自己好像都不是病人，即是心靈的滿足很大，真的很感恩，即是很感恩有很多人幫我。其實呢，他們未病之前啦，咁你對於飲食健康嗰樣嘢咧，有冇啲咩概念？冇噶，其實之前咧我就好中意煮嘢食，但系咧就冇諗過啊，我要食啲有機嘢喎，我要食得健康啲嘅就冇。但系自從自己又有病，同埋朋友咁多朋友出事之後咧，咁我就去真係自己真係好有心機去研究。究竟有機和無機的東西有什麼分別呢？原來真的分別很大的。如果你每天出街吃飯真的很大件事的，即是不知不覺每天吃了一些毒落肚的。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外，吃落肚之外，我們用的東西都很重要，比如我們的洗頭水，我們的護髮素，我們的染髮劑，原來每樣都是很多毒素，很多的化學物在這裡。咁咧，我哋真係冇理佢咧，就一路咁樣用嘅話咧，其實坊間好多朋友啦，啲仔女都點解以前啲細路哥我都冇聽過人話咁多濕疹啊，咁多咁拗搞嘅病嘅，其實都係因為好多我哋而家身邊太多嘅化學嘅嘢、致癌嘅物體喺我哋身邊出現，甚至你行一轉超級市場，好似我咁啦，我去一次超級市場咧，我一聞到嗰啲。即係嗰啲洗頭水護髮素啊，嗰一個地方咧，我就暈噶啦，因為好多化學物釋放出嚟，我成個人頭暈，我要走噶啦，我要走噶啦咁樣。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，其實所以咧就我就覺得，如果係咁嘅情形咧，其實真係應該咧，真係有個地方咧，俾啲真係注重健康嘅人咧，俾佢哋嚟到聚腳，大家一齊交流分享。即是我咧就唔係話煮嘢真係好叻，只不過我真係願意分享，同埋我好需要一啲你又識得點樣食得健康啲嘅，你哋俾意見我，你上嚟同我傾，俾一啲好嘅菜式菜單俾我，等我自己又學多啲，我學多咗，我又可以幫到身邊嘅朋友，咁我就我係將自己所有我覺得我識嘅嘢咧，我全部都會。分享出來的，我不會收賣，我都希望大家都是這樣，有這樣的心態， 有一種付出 的心態在這裡，很自然呢我們就會做得好一點，大家呢的得益都會多一點這樣咯。你剛才說的那些有害物質染髮劑那些，那我們可以盡量避免不染髮，但你說洗頭那就沒得避免咯。其實呢，其實如果你有心機去找呢，其實很多有機的洗頭水很沒有化學物質在這裡，它是有的，有些沒有化學的東西的洗頭水，甚至染髮劑也有些 90% 是天然的染髮劑的，因為其實很多婦女，男士好女士好，他們到了什麼年紀呢，頭髮都開始生了很多白髮，男士就通常不理的，女士就很緊張的嘛，易用很重要，他們真的很需要一些染髮劑，其實坊間很多的，只不過我哋真係冇去揾啫，所以我嘅責任咧，我就覺得我個店裏邊咧就有個責任，真係揾齊呢啲咁嘅資料擺曬喺呢度，等一啲咧佢哋真係需要呢樣嘢嘅人咧上到嚟一齊用啊！咁就我都好希望啦，如果睇到呢個節目嘅朋友，如果你哋都有好多好嘅嘢，我都希望你揾我同我分享啊！我都好需要咯嚇，因為我覺得是真的可以幫到很多人，現在呢我就在店裏面，雖然我現在員工都很多個，都挺重成本的，
我都希望咧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。雖然我唔使交租俾我先生，咁有個好大嘅人支持我，但係我都要係有一個好嘅運作，可以支持到我真係一路一路咁樣做落去咯，都要大家去支持咯。咁我想問一下咧，你話你初未病之前咧，你對健康飲食未有概念啊嘛？咁之後嘅概念咧，係睇書學翻嚟啊，定還是再靠其他朋友？我其實咧，我就好中意睇書。我其實係開呢間店嘅原因咧，即係我嘅概念咧，而家我仲未做，因為我開咗兩個月，我就一路喺度運作緊。我運作完，我下個月度咧，我就會做一樣嘢咧，就係生機飲食。真係有真係用食啲比較真係好健康，自己譬如我而家試緊種芽菜啦，自己種嘅芽菜用啲好乾淨嘅水，冇污染嘅水去種嗰啲芽菜。點樣去揾冇污染嘅水？有啲機可以做到呢個效果，可以將啲致癌物質啦，因為我哋水源都好緊要嘅，咁水源都好大污染嘅，咁就做一啲攞咗呢啲水咧，我嚟種芽菜。一些木屬芽，因為它這些是抗氧化很重要，還有很多的酵素的，其實幫助很多被癌病復發、癌病的人，或者是你就算沒有病沒有痛你都要健康的嘛，吃了之後精神很多的，又幫助到你的免疫系統。免疫系統你知道 是什麼啦，其實免疫系統一失調的話你所有東西都不行，那就很重要的。當然我這方面我不是專家，我是一個幼稚園的學生，我希望慢慢學，就我下個月開始我就會做一些果汁，打一些生機果汁，用所有的 organic 的材料來到有十幾種的配方一起打這些果汁，我就特色呢，我就會請人上來試飲的，我每做一樣東西，我每賣一樣東西呢，我都有得試的，我會拿出來，我會給他們試，我會教他們怎樣去做，怎樣去吃，怎樣去用，這個就是我的店的特色，我是不計成本，我希望真的可以幫到一些真的他們很需要這件事的人，因為果汁是很重要的，其實果汁裡面你聽到果汁以為是生果，不是的，其實裡面有紅蘿蔔、一些的蔬菜、還有一些很多的比如是蜂花粉、很多的元素在裡面呢，是你每日需要的元素，還會幫你排毒和抗癌的。當然這些呢就只不過是我在書上看回來，我也都跟一些他是做這行做很久的人，我都在那裡取經，我就希望做得好一點，就我都一直在祈禱，希望神給多一些的力量，給多一些的智慧，給我有力量有智慧去做這件事。借住這個機會呢，我就其實呢我做了這間店之後呢，真由籌備到現在都講緊，雖然開了兩個月，但我籌備了五個月的，就這個時間呢我就忽略了我的女女，仔仔就不用我的了，因為大個仔15歲，女女13歲呢，我經常都車不到她上學，她很不開心。其實告訴你，媽咪很疼你的，即在這裡我都跟他說不好意思，即我都希望抽多些時間來陪他，我相信他會明白的，其實是是我想問一下那些其實你剛才說的那些果汁，那有機呢整出來的果汁味道會不會不同一點，其實會新鮮一點還是怎樣它因為它是有機種植，它最主要的第一沒有農藥的，它沒有農藥已經是做到的效果了，其實有機和無機呢個分別呢就是農藥和你的地，你有沒有下過農藥，這些很重要。當然我都是靠去拿貨的時候都是相信那個賣家，但當然我都要相信一些認證，我是很看認證，朋友如果你真的出去買東西，你一定要看認證，認證很重要，因為一個認證呢是它是不是有機呢，是大家要懂得去分辨，它怎樣看呢，其實它有個認證，當你如果你有注意這些有機的食材的人一定懂的、是的，在這裡我又好像不太方便呢、去講這些認證咯，但其實你注意健康的人一看就知道了、我就很相信有些很大的認證，有些世界認證的、有些就
可能次一級的認證啦，咁樣咁我哋要用智慧去選擇啦，咁樣咯。咁我都要撞板，我都會撞板嘅。咁我就會從中學習啦。咁我都其實咧，我係一個咧好接受意見嘅人。如果我有做得唔好咧，我都會叫嗰啲同朋友啦，你俾意見我啊，做得唔好一定要同我講啊咁。咁佢哋好好嘅，因為而家我呢兩個月咧，我淨係我間店係for朋友嚟嘅啫。咁變咗咧就朋友介紹朋友嘅啫。就完全冇人知道我間店喺邊，又冇開放啊咁樣嘅，咁就但係即係就我都希望跟住落嚟咧，我都想三月嘅時候咧，我都會一路開放出去俾大家，希望大家同我一齊交流咁樣，俾多啲意見我，咁完全接受意見嚇，歡迎你哋嚟揾我嘅。咁即係而家你教健康主食嗰啲班咧，係全部都係自己朋友圍內。係啊，因為我朋友比較多啊。我有我圈子又比較廣啦，十幾年冇做嘢咧，就湊仔女啦。咁仔女嘅學校嘅家長我都好多都識嘅。咁多年而家佢哋都中學咯，阿仔仔都中四咯。咁變咗咧就咁多年嘅朋友好多好多，聚聚埋埋都好多，仲有教會裏邊嘅朋友啦。我自己好中意做運動嘅，譬如我哋講到話健康啦。健康咧，除咗食、心靈，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元素，就係運動啦。尤其我哋呢啲年紀啦，仔女開始大啦，即係開始我哋都有翻咁上下成熟啦嘅時候咧，我哋真係要揾一樣運動係長期嘅，唔好咁劇烈，係耐力嘅，係拉筋嘅運動咯。咁我好，我係好運，我好感恩。我呢幾年裏邊，因為我有病，其實個病又幫咗我好多嘅。咁我就去尋求去好嘅飲食啦，好嘅醫生啦，好嘅食療啦，同埋我揾到一樣嘢咧，就我真係覺得呢樣嘢係我終身嘅運動。咁我就識咗個師傅啦，咁佢就佢係又係付出，每日都係教一啲婦女咧做運動嘅，係免費嘅。咁我跟咗佢已經有成三年㗎啦。我哋玩嘅運動全部都係講耐力啊，一啲叫做八段錦，同埋一啲叫做木蘭操啊、木蘭拳啊咁，每日都有成三四十個婦女一起做嘅，係好開心嘅。因為運動都會增加我哋嗰個血清素啊嘛，那個元素咧，令到我哋每日都好開心嘅，調整翻我哋嘅血清素嘅，同埋。你會出嚟見多啲人啦，咁樣，咁啊就變咗我就好多朋友，我差唔多一日到黑咧，朝頭早做運動一班朋友，咁中午可能去食飯有一班朋友，夜晚有一班朋友，晏晝有一班朋友，我咁多年嚟就係非常之多朋友，所以咧我就開呢間店嘅時候，我已經同啲朋友講我話我唔會開放，我淨係for朋友嘅啫，咁樣，咁但係咧因為有啲朋友勸我，其實你唔開放出去，你係一件好自私嘅事，其實。很多人可能需要這件事呢，為什麼你不開放呢？你這個店這麼特別這樣，其實他這樣跟我說了之後，我變成我就都肯上來，真的很願意上來這個節目，因為我真的很想不要這麼辛苦啦，我想他條一點樣，但是他說得對，他提得我對的，可能我這樣變成多些人認識的時候，即這樣的健康店呢，多啲人去開，多啲人去做，多啲人去付出咧，咁就多啲人得益。唔一定係我呢度啊嘛，係可以有好多人去開其他嘅，都係咁樣健康元素嘅店，或者有啲真係專教人埋整蛋糕曲奇嘅店咧，我都係想佢哋咧唔好做一啲太過唔健康嘅曲奇啦。你哋不如都諗一啲元素係健康啲嘅嘢，譬如蛋糕曲奇啊咁樣。都要轉一些元素，真係健康啲，就係咁樣嚇。當然，我的理想就是這樣，希望我做得好啲咯。我甚至咧，我係有一條龍服務的，我有埋美容的，我間店嚇點樣美容法？唔係好似平時嘅人做美容咁做 facial 咯，但係我的產品全部都是有機的產品，就是天然同埋有機的嚇，咁就一條龍服務。同埋我係比較特別的，因為。我的美容店裏面是只是你來一次就收你一次錢，
你再俾錢我鮑魚，我唔收啊！對唔住，我唔做啊！咁我想大家都舒服啲，我哋唔 sell 嘢啊！咁就大家舒服啲。你嚟到，你好 relax 放鬆你自己，你做一個 facial， 然之後過嚟我呢邊食一個有機嘅沙律菜，一個生機嘅沙律菜，我已經覺得你已經係嗰日係好舒服啊！由裏到外都係咁舒服啦，咁樣咯。多謝曬你啊 ，Eileen！ 多謝你上嚟咧，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咧健康飲食方面嘅知識俾我哋知道啊。其實咧，今 part 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下一 part 再見啦，拜拜，拜拜。